你看到的这个画面是在塔院寺，它一进门的地方，这个油画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师傅乘着法船要渡到彼岸，你可以看到这艘船的尾巴，你看是朝着正中间我们的地方，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，你一样可以看到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船的尾巴也朝向我们的？啊，再换到另外一个角度，一样，那个船的尾巴也是一样朝向我们。啊，你看，这就是绘画这些图画的技巧了。而且在这图案里面，也有很多细致，可以看到隐约有一些活，有一些人物呈现在这个画作上。你看，那些就是菩萨金刚像。你再注意看，现在是在画面的正中央。那我往右边移，你看，这艘船的尾巴也偏向我了。啊、哦，你看，我在往左边移动，你看这个船尾也慢慢移过来了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就是画图的功力。这个是一位雅风的师傅所画的。